太后。
你一定有办法让叶青提复活，对不对？叶青提死于妖刀之下，已经受到了污浊之气的侵染，即便是因缘再起，也只能化为恶妖，生生世世痛苦。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救吗？唯一的解救办法是再做一副仙体，化解其妖气，再去九天瑶池洗涤凡尘，令他位列仙品。位列仙品，那也比重回凡间好啊！这样我在九重天也能够看到青体了。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，你想想，让一个凡人飞登升仙何其困难，仙体又岂是随随便便就可以造就的？那如何可以造就出仙体？有一种树叫贫婆树，十年一开花，十年一结果，根据年成的不同，结出的果子各有妙用。有的年份结出的果子不仅可以生死人肉白骨，更可以化凡躯为仙体。还有这么神奇的果子？那我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贫婆树？西方梵境、九重天上，还有其余的几个地方皆有贫婆树。不巧的是，近几万年天地间的贫婆树不知为何都没有再结果。不过这些贫婆树并不是枯萎死去，它们都在继续生长着，也许一夕之间就可以又结出果子来。哎，等待机缘吧。想令一个凡人费力也仙品，本来就是需要机缘的。我可以先帮你将叶青提放入元气台吸收能量，暂时护叶青提周全，你的时间也可以更充裕一些。